Hello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恩群设计服务关心你。恩群两分钟运动系列是希望能够了解动作的重点，学习如何设计自己的运动菜单，让你在家里也能成为运动的高手哦。Yes。好，今天我们还是做手跟脚的配合，来，两只手先打开来。好，两只脚与肩同宽，踩在地板上。好，用你的右手摸你的左脚，像这样子摸。好，回到原本的动作，换你的左手摸右脚，回来。好，这个是交叉训练，来训练你的大脑的训练。然后，来一样做100个，一定要挺胸。好，一样把声音数出来，准备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油！五、六，很好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十四，来大声数出来。十六，很好。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二。虽然我们讲过很多次，为什么我们每次在做运动的时候要数声音出来，是为了让你不要憋气哦。很好。三二，三三，三四，三五，三六，三七，三八，三九。很好，加油。啊！但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背打直，很好。四七、四八、四九、五十、五一，很好。这个动作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，就是你在摸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右手摸左脚，左手摸右脚，一定要交叉，因为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左脑、右脑是交叉控制的，所以一定要做交叉的 ，OK？ 如果你做到觉得哎，好像有点点好像有点乱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可以慢慢做，没有关系 ，OK？ 好，然后再注意看哦，在做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一定要打直，不可以有驼背的现象哦。打直啊，很好。八六、八七、八八、八九，好，我们慢下来。九一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九六、九七、九八、九九。100，那我给自己个掌声，鼓励鼓励。好，来手打开来，准备深呼吸，吸气。好，来吐气。好，第二次来吸气。好，来吐气。最后一次来吸气。好，来吐气。希望大家保持运动的习惯，维持身体的健康。